懂不懂？所以你站，你看，你看以这个线，以这个线线来讲，我出去是这样子嘛，是不是？身形是这样子，你这个保持到走在这里，走在这里，身形都对的。你往后拉变成，你看手就变成朝后去了，看不懂？这个一扳，你看这个一扳，身形就回来了嘛。所以方向是在这里，看不懂？不要为了往前伸变成侧面，看不懂？这个变成侧面了，你这个再一扳，你看一扳回来，这个才是正，看不懂？你这个做到了以后，你变成这样子，它才会对。不然你一开始就这样子，它成为这样子。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从这边到这边的力量，一个圆的力量，拉住。我是所以在一条线上、啊。本来就是啊。我都两手了。当初不是这样。是。这样的吗？你当初是这样出的吗？当初是这样站吗？对。然后稍微这样子嘛。对。脚跟没有变啊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出在这边，哦，哎，怎么样？中央线，肚脐是中央线嘛？中央线，你才可以做这个啊，你才可以这样做啊。看不懂？所以手的来去是用脊椎做，不要用腰做，不要变成这样子。不要变成这样子，看不懂？不要变成这个，不要变成这个，是这不动。你看，是这个，看不懂？你看，就是。啊，好，去找身体，不要转。不要转。对。是脊椎拉长，